大家好，这个妹子娃不是十天的，我要出门去。我妈说这个上人家出门需要拿这个十字磨的。妈，啊，看看妈。这玩意儿是可以洗的，啊，你没有太阳不得干，我可是要些抹布把这擦干。妈，辛苦了，不辛苦。这油热的呢，这石头。这石头慢慢热，就我现在开始揉面，盖上一会儿，搅和一下。给你摆上当个小火一下。我给这个面里面放两个鸡蛋，倒了些大油，这是原味的。刚才是放了一点小茴香，吃了串串的尾气香，吃街香。餐后就应该吃这种啊。对，这好消化。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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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，去给爷爷蒸馍馍去。嗯。这爷爷陪我蒸馍馍，我每次一拿面面往手上一沾啊，燃燃燃燃，这个这面的时候就光。啊，爷爷，嘿嘿，我。爷爷，爷爷。不要弄得太泼了，太泼了，擦嘴。跟他拜拜。福宝，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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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要吃一部分食物。这鸡锅要把锅盖盖上。在这那一口哦，知道了。哦，那刚才在这想半天。对，这麻子不用盖的。好，我这是盖。放后盖卷完就行了。啊。妈，拜拜，咱妈妈干啥？妈妈吃饭去。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哦，看看我。哦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客气了。妈妈吃饭去了，妈妈拜拜的。嗯。拜拜。啊，拜拜。你说拜拜啊，咱们去啊，咱们去。睡得囊得很啊！嗯。哦，大姨来了。嘿嘿。哎呦呦！还发急，大姨妈来了。啥都买着，那大哈姐。啊。最大哈。我早上起来弄去。在屋里。啊，在屋大姐。我都往里想得很嘛。那肯定了，把我珍藏多年的那个锅，给珍藏多年的石头都拿吃了。